这是你们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次考试，一定要谨慎。你没高考？爸，那个时候可是每个年轻人都怀揣理想的时代。我有事情要宣布，有个广告学最近特别流行，我决定志愿表上就填一个。行啊，聊聊梦想。我要挣钱，我要出人头地，我得让所有厂区的人都认识我毕来福。还不知道天高地厚呢，上大学它不是唯一的出路，我进厂里一样会有前途的。来，干他！咱们哥几个虽然是走上了不同的道路，其实都是为了目标在努力。站起来！光明的未来在向我们招手呢。偏偏这时候，社会上还有个大浪过来，时代变了。我的人生才刚起步呢，就要认命，挺不甘心的。我现在赌未来的趋势会是什么样的？长大了，要去看造化。你们太年轻了呀，爱情、亲情，你想明白了吗？这个保守的、制度陈旧的厂是一定会在市场冲击下被淘汰的，你我谁都阻止不了。告诉你，摇滚乐不是不三不四，那是你儿子我的梦想。平庸是大多数人的结局，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，绝对不能放下。我们这辈子有什么东西能和星星媲美啊？